成年人的世界，感情又怎么会胜过物质？你说别人图我什么呢？图你这个人呢？我有什么好图的？图你专一，图你深情，图你充满爱的眼睛，图你一生只爱一个人。你怎么知道我生不生气啊？不要小看女人的感觉。就只有感觉？当然不止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不告诉你。可我也知道。你急什么？哎，我没急啊，我可没有。嘴硬。那嘴硬的人呢，心都很软。可心软是病，情深致命。与其毫无波澜呢，倒不如爱的热烈。即使结局是致命的，那我也认。可是那样不会痛苦吗？如果痛苦是代价，那我宁愿折磨致死。难道你就不怕？怕。那你还要奋不顾身承担后果吗？对啊。如果说这个人是你一眼就想守护的人呢，那这些还重要吗？而且谁又能说结局不一定就是好的呢？可是如果不敢再赌了呢？失败与遗憾相比根本不值一提。或许吧，我只是觉得我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力气。你只是害怕并不是不想。哎，程琦，嗯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他好像一道光，融化了我的每一步退缩。